三二一 ，Action！ 你是后者的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有看到过你啊。真的假的？你补哪里？我没补习，但我今天晚上晃过去的时候，看到你在那边，就跟到这里了。我站定啊！天哪，哪里啊？好啦，我开玩笑的啦，我没有看到过你啊。但今天赫哲有上课，随便猜猜有一半几率会中啊。我还差点相信了。你刚刚是不是突然不想逛街了，还在想真的要怎么摆脱这个变态啊？刚刚那个建中生还是你的同伙。好，哇，